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术师 Jacky。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魔术呢，是一个心灵类的魔术。怎么说呢？请观众随便把牌分了三等分之后，而且三等分还是有洗过牌的哦。观众随便从一等分里面抽一张牌，并且放入牌堆里面。魔术师竟然可以很精准的将观众的牌挑出来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，而且非常神的一个心灵魔术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魔术沙盆打开。